每天到了傍晚的时分呢，我就会到外面去寻找美食，然后喝上我爱喝的咖啡，就是我最喜欢干的事情。San Francisco 第一次喝很不错哦，非常棒的 scone 还有 muffin。 谢谢。嗯，这个配这个是绝配，绝配，太好吃了。这家是我们新山相当有名的阿坤鱼丸，好好吃。然后这个是家里随便蒸的一个红薯，日本的红薯，好好吃也是，黄色的肉。听说是因为放了比较久，所以才是黄色。哎呀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相亲相爱，不要打架。这个要用手吃的。嗯，来啊！哦，那你问我的问题啊？我都只看不买哦。不过这个好漂亮，还想买。今天是半夜，肚子饿了，想做个宵夜，就是一个一碗蛋糕。这个版本原本是有杯子的一碗一分钟的微波炉蛋糕，就是把所有蛋糕的材料啊，把它就是很小一份，一个人份的，所以把它放在碗里面，把它搅搅搅，然后就放进微波炉，一分钟叮就可以吃了。成分啊、材料非常简单，就是自己。调配的，就大概，主要是看它的 consistency， 就是它的浓稠度。全部搅拌好了之后，就加自己喜欢的水果，我喜欢香蕉，觉得放香蕉下去很香。一分钟，微波炉一分钟。不可以多，就是一分钟。这就是我做好的蛋糕，给大家看看哦，很像不像蛋糕的那个口感？很像。哇、wow, 好好吃耶，真的很好吃，不骗你，一定要试试看哦。很快就是一分钟，太久也不行，就是刚刚好一分钟。隔天，好多的鱼肉粉，我又去吃我喜欢吃的鱼肉米粉，满满的鱼肉。这一家也是非常非常棒的，叫阿芳。阿芳就是在柔佛在的一家店。
非常好吃。今天除了吃鱼肉，还有猪肝补铁。然后有一天我来到 IKEA 喝咖啡，又是咖啡，我这阵子真的喝了很多的咖啡。喝咖啡的时候看看风景啊，想想事情啊，沉淀一下心情。宜家我还蛮常来这里，因为这里有免费的咖啡和茶，然后翻翻一下他们的 catalog 也是很快乐的事情。那边的超级市场我也是蛮常逛的，因为有很多美丽的食材，但是我都只看不买，因为都很贵。这是白色金瓜，白皮的金瓜，南瓜，我们这边是叫金瓜，好贵哦，这也很特别。这边很特别的是，超市里面也是有咖啡厅，真的是没完，不停的吃司康，还有咖啡。那是因为有人还没喝，那我就陪他喝，我们 share 一杯。Share my life， 这是我最近的生活，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视频，拜拜，下期见。